吗？他不知道。谁的狗狗啊？明星。这不是他的食物吧？咋了？你把人家的吃了，有什么意思吗？我让你给他吃，我没说给你吃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呦，哎呦呦呦，吃一口啊！再来一口。把它放下来，我看它会不会来我这儿。再来一口。林凡啊，在减肥路上我知道你很难的，但是说看到吃的的时候，也请你克制一下自己的内心。对。